Hello，各位，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刚刚电接，那个好像卡顿了一下，所以稍微晚了一点点啊。已经都进来了，我看看，还可以稍等个2分钟，看看还有谁没进来啊？可以稍等2分钟。今天上午我们讲三阳开泰，三阳开泰这个方法。有好多人就是单独看视频课程，看完之后，在实操的过程中理解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这个课大家可以重新听视频课程里面讲的，大家听理解的，基本上跟我实际想表达的意思不一样。这就是可能是还是案例看得少，或者是对形态理解的不够透彻。三阳开泰这个方法也是用了好多年好多年的一个方法了。然后它整体的稳定性也比较不错，但是三阳开泰这个方法，它不是每个品种都是出现概率很高的，它有点挑品种，属于在某些特定的商品里面，它的机会会更多一些，有一些品种呢可能机会少一些。那我们今天讲的时候，你们就再慢慢理解啊，我看一下多少人，昨天晚上发到群里面那个截图，你们看到了吧？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不让它抄顶。在几天前，好几天前，他就说不抄顶。我让他问我豆粕的事，我就说不要让它抄顶，不能做空。好，后来就没回，隔了几天就这么来一下。这就是我说的，按照自己的来的，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真的说看它还能涨多少，反正。就意思就是，不挣钱不出来嘛。但是，一涨就开始心虚了。所以，好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进去不是为了跟市场较劲，还是想挣钱的。一进去，只要不按照自己方向来，又开始怂着了。但其实你大可不必，对吧？这样的朋友有很多很多，好多散户都是这样来的。然后，三阳开泰，三阳开泰，把案例找出来。案例跟大家讲，三阳开泰，对，我昨天的案例没发给你们，我等会儿打包发吧。我没有，还是没有登微信。中午收盘吧，中午收盘我把案例发给大家啊。中午收盘把案例发给大家。行，差不多了，人也差不多了，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啊。今天讲三阳开泰这个方法，三阳开泰它是。好，我真的是用了很久很多年的一个方法了，稳定性还可以，挺不错的，就是机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就出现的概率啊，比回马枪，少一些，但是它的稳定性整体是很不错的，因为它呢是属于蓄势的一个过程，基本上选择方向它的流畅性啊，还有就是它买入的点相对来说比其他回马枪和一阳指会更早一些。它是在一个趋势才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就有可能出现了。然后我们三阳开泰，还有回马枪，还有一阳指，其实做的就是一个完整的趋势的方法，就是做趋势的方法。当然做短线也行，只是说做短线的话有点糟践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在一个正常的趋势里面，它分几个过程的，它分在那个整体调整期，也就是蓄势的过程。蓄势的过程就是在选择方向的时候，就是在没有方向的时候，也不知道该上还是该下，然后就叫蓄势。蓄势之后，最终会择机，就是选择方向，就是横或者是窄幅震荡。你们会发现市面上很多这种行情，就是横完了之后，它最终会选择方向的，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除非说这个商品它就完全就废掉了。要一个正常活跃的交易量比较活跃的品种来说。它一定会选方向，要么涨，要么跌，它不会一直横盘的，所以会有先蓄势，再择机，然后成型。选了方向之后，整个趋势的形态就出来了，再延续，就是延续这个，不管是多头趋势
还是空头趋势，我们最后跟着收获就行了。这是一个趋势形成的一些必要的一些经历，先纠结横盘就是蓄势，然后再选择方向，最后那个整体的趋势形成，然后再趋势再延续，最终我们收获。大家记住这个顺序啊。所以一个趋势真正形成的话，它不是上来就一下就多头趋势的，它有很多时候是需要整理需要调整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们看到很多大的趋势走完了之后，为什么很难直接转成，比如大的多头趋势结束之后很难直接转成空头趋势，它需要纠结的。又或者说是空头趋势走不下来，它要再回归到多头趋势的话，它也需要很长时间的纠结。这就是一个正常趋势的一个过程，因为它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整。整个市场，整个不管是机构也好，散户也好，在那个多头趋势或空头趋势结束之后，它会没有方向感，就是该继续选择上还是继续选择下。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在就长期做趋势的人，在一波行情结束之后都会观望，因为这波刚刚结束，然后还要把自己手上的利润保一保，不能说我刚结束再死命做再给它吐出去。所以每一笔大的交易之后基本上都会有过调整，整个观望这个市场的行情目前会有什么样的动态，然后呢整个方向是否还会有延续，然后是转空了还是说这么强势的一个品种能不能完全转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所以我也昨天那个讲那个是品种是讲那个什么仓资管理的时候也不跟大家说过嘛，仓位一定要控制好，就是尤其是在一大波趋势之后，尽量的操作要更加谨慎一些。因为在早些年的时候，一波多头趋势然后马上转成空头趋势，调整几天就可以转空的。但是现在你们看大部分的多头趋势和空头趋势结束之后，就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调整。就比如说像这个 PVC 像这种形态，你看这一波空头趋势结束之后，它要真正的转多花了多长时间，到现在其实还是在底部趴着不怎么动的。包括正纯都是一样的，正纯这些也是它上涨然后下跌，这是因为受政策面打压，所以它下跌的特别特别的快，然后下来之后在这个底部运行了很长时间才开始又重新转多。这也是我们就我刚说的这一类，就是在真正转多转空的时候，它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整。有很多时候在调整的时候可能跃跃欲试还想下，因为市场整个都是靠人来交易嘛，人的交易情绪其实左右了最终的方向。当然最终的方向还是由基本面来解决的啊，由最终还会回归到那个供需上来。那在一波大的行情结束之后，有很多人还是继续看空啊，觉得政策面的也好啊，消息面也好没走完，还想继续空。但是有很多很多人又认为这一次的政策面或者消息面已经消化完了，然后差不多价格也回归正常了，慢慢慢慢的应该要再重新再起来了，不管是供需上啊还是现实情况上啊。所以这两派呢在这段时间都属于会相互掐架，同样的谁也不敢过分的出手。因为你说看空它已经跌了那么多了，那你说看多毕竟它现在也不确定它是否走完了，政策面还会继续影响多久，谁也不敢说不敢保证。所以每一次大趋势结束之后，多空双方都是很纠结的，就是我看你出手还是你先出手还是我先出手。但在这个过程中谁也不敢轻易下手，万一出手出错了，那这个时候打止损特别冤枉，就白打止损了。所以一般大趋势结束之后会遇到一段的调整期，这个调整期有些时候很长，两三个月的也有，正常情况下一个多月肯定是有的，就正常一个调整期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是很常见的，我们常见的趋势里面都是这样子，你可以随便翻一翻就看。像这种整个上涨趋势，然后这里其实是调整调成空之后，但它走不下来，因为它整体的趋势还是很强势的，最终上完之后，然后在这些位置也是继续调整，它是属于看似是多头，实际上它是属于横盘调整的阶段，很多品种都是这样子的，包括纯碱呀都一样。你看像这一大波空头趋势下来之后就开始纠结了，就属于多空方向不明，想上上不去，想下也下不来了，下来没空间，上去嘛又没动力，然后
包括到前面也都是一样的。你看，很多时候一拨空之后就经历这样的调整，所以我们呢，其实最怕的就是像那种长期纠结、长期的窄幅震荡。窄幅震荡反而不是很怕，因为窄幅震荡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就怕的是宽幅震荡。宽幅震荡一般会给机会，那这个机会呢，它又是不那么好，因为它毕竟宽幅震荡，它的空间毕竟有限嘛。对于做趋势、做波段来说，还是觉得空间不够。所以我们一般做趋势的会比较烦宽幅震荡，就是窄幅震荡就没事儿。窄幅震荡呢，基本上就是选择方向之后它突破了。所以我们这个三阳开泰，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在窄幅震荡的时候，我们去等待机会，看它的形态和盘口。然后在很多时候，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一大波行情，不管是主升还是主跌，它在形成的时候，就很多很多时候就是资金。你看到有那种情况，就是行情不动，但是沉淀资金一直在增加。就前段时间的这个棉花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春节前吧，春节前有一段时间，棉花就是那个状态，就是天天天就在这段时间吧。哦，不对，在这段时间，好像是这段时间，然后就是行情不动了，横盘了，但是里边的资金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大家好像就多空暗自较量嘛，是多也在增仓，空也在增仓，然后整个在这个横盘的过程中，看似价格没怎么动，但是都在原地增了很多钱进来，所以在有像这种时候就属于暗自较劲的时候，他又没有行情，他如果在纠结，最终他会选择方向，他一定会有一个方向出来的，然后只是说需要时间，有些时候会很长，有些时候看多空双方的较量，最终哪边认输吧。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做的这个三阳开泰就是这个原理，就大家都在相互观望、相互较劲的时候，我们就看着什么时候等一方获胜了，我们就当一个墙头草，跟着赢的那个人，跟着他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这个跟趋势是一个道理，就是趋势呢是走出来，我顺趋势的方向走，然后三阳开泰呢是在观望的时候，我们也观望，他选择方向了，那我就跟着胜利者的一方去走。所以三阳开泰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同时它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方法，就需要耐心的慢慢慢慢等啊。你要是着急的话，有些时候就没戏了，等着等着你就会发现，哎，这个盘口好像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了。所以三阳开泰是特别需要耐心和形态的，它多空双方较量的这个形态，它上下的波动，以及它整体的技术指标的那个形态都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之前讲过，就是我们常用的指标是5天线、13天线、21天线这三根均线，对吧？然后这三根均线呢是作为判断方向的一个指标，就是均线指标嘛。然后我们这个三阳开泰也是用这三根均线，但是不是用它来看方向的，而是要它看粘合度的。就比如说像现在这样标准的多头排列，对吧？这也是多头排列，这是空头排列，然后五天这个按顺序排列就多头排列，按倒序排列就是空头排列。那我们三阳开泰，三阳开泰这取的这个名字，三阳呢你可以理解为就这三条均线，然后这三条均线必须是粘合的，同时在什么情况下会粘合呢？一定是 K 线要横盘， K 线横盘均线才会粘合。因为我说过均线是跟着 K 线走的，那个 K 线呢有涨跌有浮动，均线它就所以它是指标嘛，它跟着价格浮动， K 线涨均线也会上去， K 线跌均线也下来，这是常规的。那 K 线没有价格，天天横盘，均线就没有方向了，它也天天横盘，横着横着三条均线就开始粘合在一块儿了，相互缠绕或者说是平行，以这样的形态呈现。所以三阳开泰玩的就是这几条线的粘合，但主要前提还是要 K 线横盘。如果 K 线是走箱体震荡的话，那就跟三阳开泰没什么关系了。一定要注意的是 ，K 线必须是横盘，然后均线粘合的这种状态才叫三阳开泰。那有些时候，你比如像这个位置 ，K 线是没有横盘的，但是最终三条均线粘在一块了，看到没有？它完全交汇在一个点上了。这个就不叫三阳开泰啊，
三阳开泰一定是 K 线横盘之后，在横盘的过程中，它就开始粘合了，叫三阳开泰。但是如果是在整体都是那个震荡的，它没有横盘出现的粘合，我们就不要啊。你仔细看一眼，这个不是走正常的均线排列吗？但最终这儿上去之后，均线粘合在一块儿了，所以这种不叫三阳开泰啊，这个也不叫三阳开泰，看到没有？为什么不叫三阳开泰呢？因为，整体的前面在 K 线，这个有点横盘，但其实是窄幅震荡。在它窄幅震荡的时候，三条均线是分得很开的。最终因为价格上去了，所以它一下子给拉涨上去了。它这个也不叫三阳开泰。三阳开泰蓄势的过程要求很高，蓄势就是多空双方在暗自较劲和选择方向的时候，就是。那个形态是非常重要，主要的就是要 K 线必须横盘，在横盘的时候，均线已经开始要粘合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啊，就可以选择，再给大家举，我直接拿案例跟大家说啊，拿案例跟大家说，然后刚刚说到三阳开泰玩的就是 K 线横盘，均线粘合。向上发散做多，向下发散做空，发散粘合，发散粘合就是三条均线缠在一块儿，缠绕也行，或者说是平行也行，都可以，就在这里粘在一块儿了。它每一条均线之间的点差特别小，就基本上在同样的位置，然后这个叫粘合。发散是什么？发散向上发散就是向上呈多头排列。那原来三条均线缠在一块儿的。向上发散的时候，就变成5天线、13天线、21天线按顺序排列了，跟个小爪子一样的就伸开了。如果向下发散呢，就是21天线、13天线、5天线按倒序排列，然后呢也是一个小爪子一样向下给发散了。所以我们要的发散就是标准的变成由粘合变成多头排列和由粘合变成空头排列啊，这就叫向上发散做多，向下发散做空，蓄势，然后择机。在爆发的一个过程，10的螺纹啊，稍等一下啊，然后你们可以等会儿再看案例啊，等一会儿看案例，我讲完了之后再看，这样子就节奏不乱。10的这个位置现在有点横盘，但是不够，等会儿我先讲吧啊，这个位置还不够啊，我先讲好吧，那不着急，继续看这儿。那我们就看一下，以案例为主跟大家讲一讲。然后刚刚说的 K 线横盘、均线粘合，这个横盘多久算横盘呢？3根、5根也算横盘，10根、8根也算横盘。那横一个月也叫横。那我们就说一个标准，三阳开泰的横盘必须是8到10根之上，越多越好，最好是10根以上吧。低于10根的话就不叫横盘了，我觉得算是喘口气儿。横盘算不上，然后你要说刚刚横了6根，然后均线，有点缠绕，然后这种叫三阳开泰嘛，这种叫条件不够啊。为什么对 K 线的根数有要求呢？你们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就股市上有这一句话，横有多长，竖有多长，你们听过吧？横有多长，竖有多高。那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只要横久了之后。横久必涨或横久必跌，这个你很多人都听过这些话，只是说会往哪个方向跌呢？还是看整体。反正不管是怎么样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这句话是很经典的，很多年的这个市场都是比较流行，确实是有道理的。就是你横盘的时间越长的话，你最终选择方向，它的那个上涨或下跌的空间越大，一般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所以我们对三阳开泰的要求就是横盘必须要10根以上，横的 K 线啊，K 线的根数，你横的太少就不行。我们就比如说看一下这个位置，然后看，这里其实从这儿就开始横盘了，但我们不从这儿看，前面这个均线还是有点远的。那我们看后边吧，从这儿开始看，1、2、3、4、5、6、7、8、9、10、11、12、13、14、15。第16根发散的，就整个横盘的过程，其实经历了十几根，就是根数是够的。我们刚刚说了，K 线横盘，均线粘合，你们看一下这个粘合，就是它相互缠绕，
有些时候是平行的，有些时候是缠绕的，就是那种离得很近，就这三条均线之间就离得特别近，然后最终它选择方向发散，它最终是向上发散了，发散能看见吗？前面这个就是缠绕的、粘合的，没有方向，然后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五天线、13天线、21天线按顺序排列了，明显开了个小小口，像一个小爪子一样的伸出来了，五天线上去了，13天线中间、21天线最下面，就能看出来它已经发散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看条件，K 线横盘没问题，均线粘合没问题，然后均线向上发散没问题，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条件。三阳开泰其实对条件也是四个，也是四个条件，一个 K 线，一个均线，一个 MACD，一个 KD，但是啊，这个 MACD 要求会多一点，我们原来要求 MACD 快门线零轴上，零轴下就行。做多零轴上，做空零轴下，对吧？但是三阳开泰呢，要求在零轴上方必须金叉，在零轴下方必须死叉。也就是说，如果我做多的时候，这左边的三个数值必须都是正数。它三个数值都是正数，就证明快慢线是在零轴上方金叉的。这个大家我能理解吧？我第一天讲基础知识的时候跟大家说了一下，应该都是有印象的。反正你要是说不能理解什么零轴上金叉、零轴上死叉什么的，你就看这三个数值，只要是这儿向上发散做多，那这 MACD 三个数值必须都是正数，白色的、黄色的和这个后面的红绿柱的。所以这个明白吧？做多三个数值必须都是正数，做空三个数值必须都是负数。然后这个第二个还有这个 KD。如果是做多的话，KD 的 K 值要大于50，做空 KD 的 K 值要小于50。其实说实话，这个方法对于 KD 的条件要求不高，基本上只要能够符合标准的话，KD 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 KD 呢，可记录，也可以不记录，就也可以不记录，因为你记不记录，反正最终 KD 都是符合标准的。所以我们主要。三阳开泰其实主要是均线、K 线和 MACD 之间的配合，然后 KD 呢，你们记录一下就行。但是说它这里差一点点，其实有时候也是无所谓的。所以 KD，既然讲，就还是记住吧。就如果是做多，K 值要大于50，就不用管金叉还是死叉，它是否金叉、是否死叉都不重要。它当时的金叉、死叉状态不重要，主要看它的位置。做多啊，50以上；做空50以下。这个 D 不用管它，不用看，只用看 K 值。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形态，回顾一下三阳开泰刚刚讲的 K 线横盘，均线粘合，向上发散做多。在向上发散做多的时候，MACD 必须三个数值都是正数，KD 的 K 值要大于50。然后这个位置确认它三阳开泰形成之后。在下一根线开盘价直接进场止损，就破这个横盘的小低点就行了。这个低点也行，这个低点也行，都可以，然后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在止损上，它本身是横盘嘛，所以它的止损如果说不是突破上去的那种发散，它基本上止损都不是太大，比较小的。然后像这个玻璃这个形态，就属于标准的三阳开泰的形态。然后有些时候你们会发现这个。已经发散了，就比如说十字光标这根线，已经开始发散了，但是 MACD 可能还是绿柱的，就是可能前面两个数值是正数，但是它就是快慢线已经上零轴上了，但是这个还没有变成红柱，就是这里还没有变成红柱，它三个数值其中有会差一个条件，主要就是 MACD，就是这个位置发散了，它这里还不满足条件，有一个是负数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确定三根以内，就是以这一根线发散为准，它是发散的第一根，第三根以内如果符合标准就可做，超过三根就不要了。这里是第一根、第二根、第三根，也就是说这第三根如果 MACD 还不行，我们就不能要了。现在这个是刚好发散的时候，它这个 MACD 已经形成标准了，那我们这个就可以要啊。我们继续看，然后这个是那个 EB 的。这个 EB 呢，其实在当时它是有一点缠绕的，稍微有一点缠绕的。它当时的那个形态，不是那种特别特别
就是横盘横的不是特别好看，属于，因为它这个图后面我把它裁出来了，所以它有点压缩，压缩你就看着扁扁的，它其实不是那么好看，你看着也是很好看的。然后这个形态最终是在这一块看着还行，就整个横盘粘合最终向上发散，整体的状态还可以，MACD 呢也都符合标准。KD 呢也都符合标准，在这里是 K 线横盘，均线粘合，向上发散做多。向上发散，它是在这个十字光标这根发散的，5天线、13天线、21天线已经是按顺序排列了。这个时候 MACD 三个数值都是正数的，看到没有？向上发散三个数值都是正数的，KD 的 K 值大于50没有问题。下根线开盘价直接进场，止损破低止损就行了。这是一个 EB 的。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这个是 PVC 的，这个也是一个三阳开泰，它在当时也是属于那种横盘，不是横的特别好看，但是还算规矩，主要属于均线粘合比较好看的，就均线粘合是特别好看的。放大一点看，K 线横盘，均线粘合，它相互缠绕，离得特别近，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在粘合之后，最终这一根线向上发散了，前面这根都没发散，看到没有？后面这根5天线、13天线、21天线按顺序排列了，MACD 三个数值都是正数，零轴上方金叉的，KD 的 K 值大于50没有问题，确认它这个三阳开泰形成了，下根线开盘价直接进场止损破低止损就可以了。然后我一会儿再先继续看啊，这个。橡胶这个也是的，橡胶也是一个三阳开泰，这里也是一个一阳指，反正它是带突破的，当时的其他条件都不错，也是 K 线横盘，均线粘合，它的粘合是不错的，然后 K 线横盘，均线粘合向上发散做多，它是在这根线完全发散的，三个数值全部都是正数，没有问题，KD 的 K 值66大于50也没问题，然后在这个位置形成。标准的盘口之后，下根线开盘价直接进场，止损破低止损，破低一般都是向下，减五跳啊，这个跟其他方法是一样的，你们记着就行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是沪铜，沪铜也是标准的三阳开泰，K 放大一点，K 线横盘，均线粘合，它均线粘合是粘合的特别好的，然后向上发散做多，最终是在这个位置向上的。这个其实没有，还没发散，你们看到没有？这个13天线和21天线还是粘合的，所以这根线其实不行，应该是下一根发散的，也就是这个绿线的时候，5天线、13天线、21天线发散了，在前面这根阳线的时候还没发散呢，所以我们标准应该是以这根线发散为主，看这个绿线发散之后，看一下三个数值都是正数，没问题，KD 的 K 值大于50没问题。然后这个位置发散之后，可以在下根线开盘价进场，止损破低止损就行了。这根线因为它走得比较急，所以它的均线还没有跟上去，所以我们一定在实操的过程中要看清楚这个条件啊，必须是呈顺序排列的。5天线、13天线、21天线，它是一个完全排列的一个形态，而不是说另外两根还在缠绕就不行，这个要注意啊。然后接下来我带大家看一下。就以实际的案例去跟大家看一下，这都是之前找的案例，之前找的案例比较多。然后你们再看一下螺纹这个，回过头来再看螺纹，你看它是不是三阳开泰？杨德兴，你现在看看这个螺纹现在这个状态，就目前看，三阳开泰是符合标准的吗？10的，好的，我看一眼啊。不是三阳开泰，这个也不是三阳开泰。首先，它的 K 线不是标准横盘，再加上它的粘合不够。什么叫粘合呢？这个东西叫粘合。看到没有？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能看到吗？这叫粘合，这也叫横盘，只是横着横着它没走出来，它是直接就是跳下来了，又上去了。这个区域是标准的横盘和粘合，只是时间比较短。
然后这个呢，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属于窄幅的震荡，窄幅震荡不完全算是横盘和粘合，对，缠绕或平行都行，但是不能离这么远。它是三条均线呢，感觉怎么说呢，相差的有点远。你看，像五天线到13天线的距离，五天线跟13天线之间距离差100多点，还是有那么一点空间的。一定是横盘横得好，粘合才粘合得好。然后就打个比方啊，我们找指数啊，看指数。粘合，什么叫粘合呢？我们看一眼。其实这个叫粘合，看到没有？就那个线粘得很紧，或者说是像这种有一点分叉，但是呢，它又离得很近。这个叫粘合啊，这个状态叫粘合。然后还有这个状态也叫粘合，这个状态也叫粘合。粘合是看得出来的，就三条均线的点差特别小，就离得特别近，相互缠绕。或者是有些时候是平行的，都可以，平行也行，缠绕也行，反正最终它就是粘得特别好。你比如像这种，这个位置就属于粘合不好，看到没有？就有一点儿，因为它价格上去了，五天线跟着上去了，所以它整个形态就不那么好。然后像这种，像这种样子，它就属于粘合的好的，能看出来吧？就像这种是属于粘合的好的。然后你再看最近的。看最近的啊，你老远看的话，你会觉得像这些位置都像是粘合，但其实呢，它的那个上下的波动很大，上下波动只要很大的话，它的这个均线一定不那么好看，一定我们要求的是什么？K 线横盘，你看这个沪铜这段时间，它那个横盘，它其实不是横盘，是窄幅震荡，看到没有？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它是走的一个窄幅的箱体震荡。它不是一个标准的横盘，横盘再看一下啊，横盘跟窄幅震荡的区别，窄幅震荡上下的波动空间还是有挺大的，它有空间的，可上可下的。然后横盘是什么样的？横盘就是这种，就是没有空间，就完全一个一挺在这里，这叫横盘啊。然后我们再看，比如说，你看，像这种看似是缠绕在一块儿，实际上跟都没什么关系。哎呀，这沪银太难看了，不看白银。那比如说，比如说玻璃现在的状态是属于 K 线横盘的，但是均线前面不粘合，看到没有？如果说它在这里继续再横一横，再粘合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是三阳开泰了。但在前面的时候，K 线整体开始横盘，均线还分得很开，能看见吧？对吧？前面 K 线横盘的时候还是比较规矩的，就这个位置跳起来一点，但整体还是比较规矩的。但这几个线，这几个均线，你看21天线离得很远的就不够。但这个是横盘的状态，这属于 K 线横盘，均线不粘合，所以它现在目前没有走三阳开泰。后面这几根横的还可以，然后均线慢慢也下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根横的根数又有点不够，所以我们应该是可以再等等的。然后你再比如说，你看像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能看出来吗？标准的 K 线横盘，均线粘合，这个粘合也是很好看的，这个就也是三阳开泰的形态，就属于 K 线横盘，均线粘合。这个案例呢？这个形态呢，当时我们在是不知道在几期上课都看到了，但是没有做。为什么没有做呢？因为它这个前面涨了太多了，就前面涨了太多之后，在这个高位它也没有转空过，又出现的这个反正还是次要，最主要是当时的止损很大，就常规玻璃的止损几十个点，这次的止损因为这一波空间涨得太猛了之后，它整个价格空间拉开了。然后当时止损好像200个点，就真的是很夸张，就没有做200点一手玻璃，
原来玻璃一手单才3000块钱，对吧？一手单玻璃就赔4000，那不要命吗？那属于绝对是不允许的。然后最终他去也向上发散了，在这根线发散的，在这根线发散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案例啊，向上发散了没有问题，对吧？K 线横盘，均线粘合，向上发散可以做多了，对吧？我们看一下 MACD，MACD 能看出来吗？左边的数值，正数、正数、负数。看到没有，KD 的 K 值大于50，没有问题，是不是 MACD 这个位置不对呀、啊？是不是应该三个数值都应该是正数，对吧？但是这里差一点点，这里差一点点，就是，还是条件不完全符合标准。我刚刚说过，那 K 线都已经发散了，但是你指标差一口气怎么办呢？可以再等两根线，就是加这根线算第一根，三根以内，只要。指标符合标准都可以做，超过三根绝对不要了。那我们就看一下，这是第一根不符合标准，MACD 的那个后面这个数值还是负数的，所以不行。然后我们再等一根看看。好，第二根，三个数值都是正数了，没有问题。KD 的 K 值大于50，没有问题，发散了，没有问题。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在这个位置差一点点，然后当它再上去一根呢。止损就变得太大了，所以当时这个盘口没有做，最主要是止损太大了。最终它也上去了，走的还可以，还算是可以，但是止损大，就是没有几个人能够承受这样大的止损，我自己也接受不了。如果做玻璃，你给我200个点止损的话，在那个时候我肯定是接受不了的，因为常规做玻璃就是几十个点止损，或者说是后来整个价格空间拉开了。顶多也就100个点到100多一点点，没见过200个点止损的都属于一种变态的那个止损额度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标准的三阳开泰，就是好看的三阳开泰，你打眼一瞧你就觉得，哦，它真好看。然后玻璃还有一些形态，你比如说这儿啊，这个是属于 K 线横盘，横得很好看，看到没有？它横成一个一了，确实横得很好看嘛，对吧？横的很好看，但是没有三阳开泰，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它三条均线离得太远了，这个能看出来吧？我们有很多时候就能看见这种 K 线横盘，横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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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上去了或者下来了，但是在横的过程中呢，形成不了这个三阳开泰，主要是这个均线，尤其这个21天线，跟个外人一样的。好像他不是一家人，他跑得老远了，相互谁也不认识谁那种分家的感觉，所以这个就不是三阳开泰啊。包括，等一下啊，海洋，我看看，你看像这个区域也是属于横盘横得很好看的，但就是三条均线属于谁也不认识谁的状态，没有在一块儿挨着，所以这个位置也不行，区域也不行。我们一定是 K 线横盘，均线粘合。19年4月29，看一眼啊。4月29，铁矿，行，看一眼，看一眼，到底是09年还是19年呀？这个位置也还可以，横盘呢有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好看的，但是属于马马虎虎。2209啊，2209的话，19年的就先不看了啊，因为2209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找案例我让大家找加权呢？因为以前的历史案例，现在的主力合约肯定是不准的，因为主力合约代表着这一段时间的行情。过去的行情，当时或许还没有现在这个合约，所以它的数据是错的啊，数据是错的。我可以给你看一眼，看一眼形态，然后我先讲课，好吧？讲完课之后，大家再，我让大家找案例的时候再找，好不好？因为这样的话，我要跟着，我又不可能不看公屏，看了公屏，跟大家一块找的话，我这个，我怕我自己等会儿节奏乱了，我先看一眼啊，2209，行，看一眼，先看一眼是不是。19年4月29号，
不是那种特别好的，不算好。你看这三条均线，嗯，同志们，你们要注意这样啊。你如果把这个后面的涨跌幅全部给露出来的话，它这个图会压缩的，图片会被压缩，所以它不像，看着都像。我们找案例应该怎么找？像我这样呢，把它挪到最后边，挪到最后面之后，你看当时的形态，你觉得还是不是要这么找？明白吧？你要是这么找的话。都是了，这儿也是，这儿也是，看的好像哪儿都是。实际上，就是你要当未来的行情没有走出来，我面对这样一个盘口，我应该怎么样去判断？好吧，等会儿我让大家找案例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一定要把后面的已经涨出来或跌下去的行情给盖过去。所以像这样看的话，你看这里就不是三阳开泰了，明白吗？就不是三阳开泰，一定是你看着哪里像三阳开泰，你就给它后面隐藏起来。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觉得这儿像三阳开泰是吧？这个区域是不是很像三阳开泰？因为后面都涨起来了嘛，你觉得这儿很像，然后你把它盖起来看看，啊，你把它盖起来，它还是，那它就是；如果盖起来它不是，那就不是了啊。这个大家理解了吧？所以我们找案例，尤其是三阳开泰，一定是你比如说黄金，你觉得这里是三阳开泰，你这里看着像。你把它隐藏起来，你看看，你这样看还像吗？它就不好看了，就不是了。嗯，但是你一拉出来，一压缩，它就是很难看的形态，看着都好像还可以，就这种啊，就这个意思。那我们继续讲啊，继续跟大家找案例。嗯，然后比如说做空的案例，做空的其实像也有挺多的，这个就是这个什么，稍等一下啊。嗯，因为这个生猪啊，历史数据太少了，所以我要跟大家找的时候呢，就不是很清晰。你看，你比如说你这样看的话，它这里肯定是三阳开泰，但是你把这儿隐藏起来，啊，隐藏起来也还行，隐藏起来也还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要看的时候，一定要把后面的给盖上，这样它图片没有压缩，它的整体的形态看起来更客观一些。然后生猪，我们比如说啊，整个案例，你看像现在。这是不是就是标准的横盘，绝对的横盘，绝对的粘合，就是基本上这几条线，完全是挨在一块儿的，K 线横盘，均线粘合，那个也可以啊，向上发散做多，向下发散做空等，发散了吗？你看，这个线五不明显，你就可以再等一根儿，你比如424、463、530，其实它是发散了的，你看到没有？三条均线、五天线下来了，但你觉得这个线不靠谱，我再看一根行不行？也行，也没问题。但如果说这里你就觉得已经发散了的话，这里也可以直接做。你看，先看这个位置啊。首先，MACD 三个数值都是负数的，没有问题，完全符合标准。看这个数值，三个数值都是负数，KD 的 K 值小于50，K 线横盘，均线粘合，向下发散做空，它已经向下发散了。确认发散，所有条件符合标准，下根线开盘价直接进场，开盘18100止损就破这个高点就行了，破在18670的上面，它就是这样做。你看后来它就发散发开了，这也是一个标准的三阳开泰的一个盘口，然后继续往后走，你可以看还有没有三阳开泰呢？然后像这种就是属于跟就是小时线的盘口，这种三阳开泰也是走得很不错，走得非常不错，止损也不，当时也对于生猪来说也不算太大。你比如说到一直到现在，你看像这种横盘，它也是横盘，看到没有？标准的横盘，但是三条均线就不粘合，21天线离得特别特别的远。那像这种形态就不行，它最终虽然碰到一块儿了，但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的是在横盘的时候，三条均线。就已经开始缠绕了，而不是最终它不小心碰到一块儿，是要整体有一个蓄势，蓄势就是蓄谋已久的感觉，而不是像那种凑巧，这个就属于凑巧。哎呀，好巧哦，我们好久不见碰见了，这是属于什么？就是不小心碰到的。然后前面像那种横盘加上粘合缠绕呢，那个是属于我们在一块儿已经。计划很久了，我就要往下走了。我在计划的过程中，我就已经很清楚我要干嘛了。
它不一样，它最终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像这种，猛的一下碰到一块的不行，一定是在横盘的过程中，均线就已经粘合了啊，均线就已经粘合了。你看像这种也是横盘，但是最终也是在这儿才粘合的，前面都不行。二十一天线离得很远，就是横盘的力度根本就不够，而且现在没有了。就是做空的盘口呢，就有很多很多，然后棉花。棉花，我昨天在品种分析的时候，不就有人在问我吗？问我这个棉花是不是三阳开泰？在那个品种分析的时候问我，其实棉花的这个整体的形态，差不多有点要走三阳开泰的，只是相对来说，它整体的这个就是横盘不是特别好看，0580最高，1300，上下波动几百个点。这个 K 线的波动空间不小，就整体的波动空间不小。但是现在从这儿开始，整体的这个均线粘合还是可以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对于一个20000多的品种来说，它相互之间就差几十个点的点差，就是三条均线之间就差几十个点。你看21066、21010、29967，是不是相差就是几十个点？对于20000多的品种来说，相差。三条均线相差几十点，就证明它离得特别特别近，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粘合的状态是可以的，但是呢，它也没有，就是整个过程，就这个横盘的跨度稍微有点大。说实话，我放大来看的话，就整体向上和向上的空间还有大几百个点，它不是那种横的特别特别好看的。然后棉花呢，是一个比较容易走窄幅震荡的。但它，你要是说它走的特别横盘横的特别好看，它有些时候又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棉花是属于那种，经常窄幅震荡或看似经常横盘，但它符合标准三阳开泰的又是比较少。像玻璃呀、螺纹啊，包括动力煤呀，都是很容易出现三阳开泰的。然后包括沪铜的三阳开泰是特别多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你比如说像这种都不是三阳开泰，它的线形特别特别的乱，就整体的线形特别特别乱。然后我们看，往后拖，看看能不能有好看的，有很多都是横盘横的很好看，但是就是跟大家说实话，动力煤真的很好做。你们看这样的回马枪的形态，然后这样的回马枪的形态。然后就随便看嘛，每一年就是20年的行情这一波，然后这也是20年年底这一波，然后再隔了一段时间，在21年开3月份这一波，这些都是原来我们做了的盘口，包括动力煤这一波是小时线上有盘口的，所以我其实是真的很喜欢动力煤，动力煤的盈利能力特别强，因为它一个点就100块嘛，对吧？不是，它是那个，对，一个点是100块，0.2一跳嘛。然后它的性价比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高的品种，然后连续性很强，每一次趋势走出来特别连续，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动力煤。止损呢也还好，止损一般30个点，差不多一手单3000，有些时候波动大了50个点，三五十个点是很常见的，但它每次带来的收益都是不错的，都很不错，所以动力煤现在太可惜了。我是真的挺喜欢动力煤的，但是呢，不按自己想象的来。哎，这个位置是有三阳开泰的啊，这个位置是有三阳开泰的。你把它后面拉出来，你看着看就会肯定是，但是你要把它后面隐藏起来，知道吧？有很多时候我们看盘的时候，一定要把后面隐藏起来。如果说你后面不隐藏的话，你前面就是看不清楚的，后面它不管是涨了还是跌了，它会把这个图片压缩得特别窄、扁扁的，就是很难看、很难看的形态都能看出来像很好看。然后看一下这个位置也是属于那个三阳开泰啊，K 线横盘，均线粘合，但是现在没有发散，我们就可以等发散，向上发散做多，向下发散做空嘛。那什么时候发散不知道，我们看看，还没有发散。然后没有，这些也都没有啊，没有。然后
这个位置上去了，上去了，但是没有发散。哎，这个位置又上去了，看一下三条均线，5天线553，13天线551，不行，因为13天线和21天线基本上是缠绕在一块儿的，你看不出来。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发散应该算是这一根儿，这根儿发散了，但是就是可能止损就有点大了。看一下其他的数据吧，MACD 三个数值都是正数，没问题。KD 的 K 值大于70，没问题。那如果要开单的话，应该是下一根线开盘价进，开盘是565.8，止损多少？最低547啊，547565，十算是就是50546，十几个点吧，不到20个点止损。一手单的话，差不多2000块钱也还行啊，这个也还能做。止损十几个，不到20个点，不到20个点，对吧？不到20个点就能接受，是最低，对，是不到20个点。那这个做完之后呢，就最终没打止损啊，没打止损就上去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回马枪阴阳指经常会出现在，三阳开泰的后面，也就是三阳开泰的切入点其实更早一些，经常是出现三阳开泰之后，然后方向走出来了。然后再出现回马枪或者是阴阳指，它是有个顺序的。大部分的时候，三阳开泰都是第一次出现的盘口，你会在一个趋势里面先看见三阳开泰，然后又看见回马枪或者是阴阳指，这就是典型嘛。它在这里三阳开泰先选择方向了，然后又出现了个回马枪，最终就这么上去了。所以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形态啊，你们以后你就是会经常看到，就是跟大家提前打个招呼。也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一个趋势里面我碰见2次，好神奇！就是大概率它都是这么走的，不神奇，也不怎么样啊。然后这个三阳开泰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单纯，一定要横盘横的好看，粘合粘合的好。然后你看这种就属于横盘很好看，但粘合呢就差一点点。这个是横盘横的很好看那种，看到没有？就是横成一个一了。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横盘的状态，就是横成一个一的状态，就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有一种排排坐、吃果果的感觉，就是特别特别整齐。然后这个均线粘合呢，三条均线的点差个6个点、5、6个点，反正这个就是属于粘合稍微差一点。如果相互有缠绕的话，在这个区域，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三阳开泰的形态。但是呢，最终这里就属于粘合差了一点啊，最终它是向上发散了，最终它是向上发散了，然后最终也上去了。就是这里，如果是粘合再好看一点的话，就更好。所以我们其实是对 K 线横盘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你看，像这种也是属于横盘，1、2、3、4、5、6、7、8，但横盘的根数不够，横了8根线，然后13天线呢，就是也是跑偏了，13天线不跑偏了就没有了嘛。就这2根粘合也不够，所以这里也是不对。你看，像这种回马枪，回马枪真的很多回马枪。我这么喜欢的一个品种，突然间凉了，我都还有点接受不了。然后这种也还可以，K 线横盘，横的很好看，均线粘合，前面21天线离得稍微有点远，但是后面横的好看，慢慢也起来了。这种形态也可以，就相对来说很干净、很规矩，就横盘，然后粘合。在前面有点分叉，但是最终它从这个位置开始粘合了，这种形态也没有问题啊。它是属于横盘横的很好看的，粘合发散，这没发散，哎呦，到这儿才发散。这三个数值没问题，KD 的 K 值没问题，下根线开盘价进场，开盘价进场，这里开盘价进场，止损破这个低点或破这个低点都可以，看一下止损大吗？367。低350啊，十几个点还行，十几个点，最终呢上去也不多，这个不多。然后再看一下这种形态，这个也属于那种完美的横盘，就是什么叫好看，什么叫不好看，你们有个印象就行。这个就叫完美的横盘啊，就横成一个一，就特别特别好看。但是粘合不行，因为21天线离得特别远，就基本上跟这个横盘没什么关系那种状态。所以我们一定是追求那种横盘的时候。一定要横的比较规矩，就是完全让多空都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办，上还是下，能上吗？能下吗？这些好像都不确定。
所以在这个横盘的过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就是多空里谁也别想动，反正你不动我不动，所以它才横得好嘛。如果多空都是那种想要马上抢方向的那种状态，都在往前冲的话，它就形成窄幅震荡了，就不是这么好看的横盘了。但这个横盘虽然好看，粘合不够啊，粘合不够。所以这就是我们三阳开泰，一定是 K 线横盘、均线粘合，然后像刚刚看到的那个，哎，刚刚看到的那个啥，动力煤上很多，玻璃上很多，螺纹也出现，然后沪铜也都是很容易走三阳开泰的，包括 PVC， 就是活跃的品种里面有很多品种都会是经常走三阳开泰的。三阳开泰一走出来的话，基本上是一个趋势启动的和爆发的位置了，就转折点了。然后转折完之后，方向确定了，再来一次回调或者是反弹，走一次我们其他的那个回马枪或者是一阳指的盘口。玻璃18年1月份可以，玻璃。18年这段时间呀，这玩意儿不叫横盘呀，哥哥，海洋同志，这个跟横盘没什么关系啊，这玩意儿叫震荡，箱体震荡。什么叫箱体震荡呢？画一下看看。看到没有？标准的箱体震荡。上方有高点，下方有低点，上下在这个箱体里边，上上不去，下下不来，然后就在这个框框里边，在这个箱体里边来回走，来回走，这叫箱体震荡啊！这个跟横盘没有半毛钱关系，它不叫横盘，就震荡。横盘是什么样的？给你看看啊，什么叫横盘？标准横盘，这玩意儿就都是震荡，都是震荡。三阳开泰对。这种叫横盘，你看到没有？幅度很窄，这叫横盘。然后还有什么叫横盘？这也叫横盘，这也叫横盘。就是像这种形态。这种形态也是横盘，这个也叫横盘啊。然后像这种都属于宽幅的，幅度不宽，就属于箱体震荡。尤其是像这种，就是特别特别典型的标准的箱体震荡，它跟横盘没有关系的啊，跟横盘没有半毛钱关系。箱体震荡最常见的一种均线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样的？就这个5天线。5天线跟画龙一样的上下画、上下绕，就是5天线的幅度是跨度特别大。你看它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然后呢就是手忙脚乱的样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这个5天线啊，因为13天线和21天线反应慢，你整体的价格波动空间如果不是很大的话，或者说不是走单边的话，它基本上就处于一个均衡的状态。但是5天线不是啊，5天线它就是短嘛。5日均线嘛，所以这几天的 K 线只要波动大一点，那5天线一定在画龙，它就是上下画龙，看到没有？5天线上去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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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来又上去下来，所以5天线特别乱。就这个就是标准的箱体啊，海洋能明白吗？这叫箱体震荡，不叫 K 线横盘。哎呀妈，我这个摇。明白了吗，海洋？好的，好的。你看，像这种都属于箱体震荡，就是我跟大家说的，我们做趋势行情最怕的这种行情，最怕的就这样的，它最恶心了。它，你看它，
波动吧，它有波动，上下波动还有那么大的空间。然后呢，它就不连续，它涨一段，涨几天，然后它开始马上回来，回来之后它下也下不来，它又上去。所以上不破高，下不破低的行情，有些时候是最尴尬的。就我们在，尤其是这个日线肯定做不进去，但如果说你做小时线、小周期的话，在这段行情里面一定有机会的。就这个机会做进去之后，你就特别痛苦，你没挣几个钱，你但凡走得慢一点，马上就回来了，然后可能刚刚打你止损，然后呢，它又上去了，就是那种让人特别气愤的样子，就觉得它在逗你玩儿。其实每一年像这种行情都有，就这种行情为什么是大家最反感的呢？就是这个原因，它经常打了你之后，它又回归到原来的形态了，就是。他老是逗你玩儿，但逗着逗着逗着，钱越来越少，钱越来越少，所以就让人会觉得很发怵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市面上所有人都在跟这个，尤其是做趋势和做波段的啊，基本上都是在跟震荡较劲，就是想尽一切的办法，应该怎么样规避震荡和在震荡行情里面还能挣钱，这是很多很多人的想法，还。单边想挣钱，震荡还想挣钱的人呢？这类人有，但是都是所谓的新一点的人吧，就是还是觉得期货很简单，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也想吃，那样的也想吃。基本上做久了的老期货吧，就是怎么样，那震荡行情能不给我开单机会，我就已经很知足了，就别想着震荡行情还在里面挣钱了。这就是老期货和新散户的区别。但是不管怎么样，震荡行情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难做一点，因为它的盈利空间太小了，波动空间太小了。有些时候刚好给你形成一个机会，有开进去，开进去就开始往反方向走，这种也是很痛苦的，就没辙，真的没办法。做交易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只能说用仓位呀，用形态呀，条件苛刻一点呀，去卡这些。条件尽量的让我们所有的交易能够更稳定，并且能够，就是遇到那种不那么好的行情里面的时候，不要那么频繁，开单不要那么频繁。然后三阳开泰刚刚找了一些做空的案例，也跟大家找了啊，我再可以找找其他的做空案例。刚刚05芷江，我看一眼啊，05的芷江。五分钟，五分钟，我看一眼啊。这里啊，21.50，这个区域是的啊，是标准的三阳开泰、阳德兴，是 K 线横盘、均线粘合，放大一点，放大一点也是啊。K 线横盘，均线粘合，向上发散，这根线发散的，发散的时候三个数值都是正数，MACD K 的 KD 的 K 值大于50没有问题，所有的条件都符合标准啊。是的，它真正发散是这根啊。你们找案例的时候就到时候这样，就是十字光标放在这里，然后去截图，不会有些朋友不会截图，不会截图就可以拍照或者说日期也行。杨德兴，你是说这儿是吗？22号晚上。21:50，不是，你应该以发散这个日子说，就你说的这个形态是的啊，就应该是3月23号早上9:05到9:10这一根儿是属于标准的，是三阳开泰啊，很标准的三阳开泰，这个横盘就属于这种横盘和粘合就属于完美的横盘和粘合，明白吗？就横盘横得特别干净，粘合得特别紧，然后向上选择方向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五分钟，五分钟，五分钟。刚那个盘口确实是很标准的，非常非常的标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做空的盘口，做空的盘口。刚找了生猪，做空和做多是一样的啊，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没有是，好像我觉得是没什么不一样，就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所有的条件呀、形态呀，它都是按照这个节奏来的。
要找做空的，做空的，前段时间是做的哪一个呀？前段时间做的哪个品种来着？做空纸浆吗？不是纸浆，是纸浆吗？看一眼，纸浆在这儿。我随便看看啊，看看能不能再找找做空的盘口。这几年呢，啊，这个位置也是回那个啊，这个好1小时也有，1小时也有。你看一下啊，看一下，啊，就是这里，这里还是这里，反正这里能看出来吗？这里也是三阳开泰，也是三阳开泰。这里其实也是三阳开泰，这个没有后面那个好看。我看一下，刚这个盘口是什么时候来着？这个是很标准、很标准的，看到没有？就横成一个一了，横成一个一了。这个是，3月1号，这是30分钟啊，这是30分钟，可以找2小时，好像也是3月1号，2小时。嗯，对，这儿是。这也是，看到没有？是不是 K 线横盘，均线粘合？看到没有？K 线横盘，均线粘合，向上发散做多，发散，这发散了吗？没有发散，再等一根儿，哎，还不行，再来一根儿。行了，行了，然后这个数条件符合标准，这个条件符合标准，没有问题。可以下根线开盘价进场，开盘6474，止损就破这个6306，止损100多个点。然后这是2小时顺势的一个盘口，这里也是啊。其实三阳开泰真的挺多的，但是有些品种呢就少。比如像那个什么品种呢？我觉得像焦炭上啊、焦煤上不那么多，但是动力煤、玻璃，然后这些纸浆。就很多很多三阳开泰，玻璃的日线特别容易出三阳开泰，然后这也是标准，这不是刚刚那个30分钟吗？标准的三阳开泰，特别特别标准的三阳开泰，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发散的，这根线发散了，或者前面这根线就发散了，这里不清楚。你比如 K 线横盘，均线粘合向上发散，这里不行，再等一根，这里完全发散了，向上发散做多，3个数值全部是正数，KD 的 K 值大于50，没有问题。下一根线，开盘价直接进场，止损破这个低点止损就行了。这也是一个标准的三阳开泰，就是三阳开泰很多。我来给大家找找做空的啊，做空的三阳开泰，反过来的，就现在有没有太好看的做空的盘口？这些都是看着像，你老远看啊，同志们，我给你们看一个。压缩起来，你看这里就很像三阳开泰，看到吧？对吧？很像三阳开泰，但实际上拉近了看，不是，你看到没有？不是三阳开泰，所以我们找案例的时候一定要把后面的引，你看这里看着也是，但是你隐藏起来看看，啊，隐藏起来看看也是，那这个就没问题，这个也是，就是在这里 K 线横盘，均线粘合，根数都够的，1、2、3、4、5、6、7、8、9、10。随便10根肯定是够的，然后 K 线横盘，均线粘合，向下发散做空，这根线发散了吗？放大一点，没有，下一根线，这根线就是完全发散了，MACD 3个数值都是负数，KD 的 K 值小于50，见，没有问题，下根线开盘价进场，止损破这个高点止损就行了，这是一个标准，谢谢，再见，Thank you。然后这个也是标准的啊，三阳开泰。我再给大家找找案例啊。然后像这种呢，像这种织布机行情，因为它的波动上下波动还是挺大的。你看你实际上我们在经历这段行情的时候，你看到是这样的行情，你就会认为这种行情不能做了，就这种就不要了啊，这种就不要了，你这个就不能做，不要的啊，不要的一定是横的。哎，这种你看，这种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老远看是很好看，我们就把后面隐藏起来看看。哎，隐藏起来看还是好看，是不是？K 线横盘，均线粘合，这不就是完美的那种吗？等发散，什么时候发散呢？发散，发散，哎，这根线发散了。发散的时候，三个数值差一点点，这个就是 KD 的 K 值大于50，没问题。然后三个数值中间这个是绿的，就也就等于它的慢线还没有完全上零轴，但是已经发散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做还是不做呢？是不是应该我们有条件的，就这根发散了，但指标不够，我们就再等一根儿，反正就是以这根线为第一根儿，三根以内，只要其他条件符合标准，我们就可以做，超过三根就不能做了。那我们就看一下下一根儿，下一根儿完全符合标准了，这里也行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也可做。那下个线开盘价进，开盘6420止损破这个低点，6324止损100个点。然后这个单子就是这么来的。然后这个其实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这儿就能进的话，我们的盈利空间会更大一些。因为但是这里进不了，所以我们只能往后放一根儿。只要往后放一根儿，我们的那个成本价肯定会变差。但是为了条件符合标准，所有的条件都是挑不出毛病的话，我们只能说就是稍微的放松一点条件，没有别的办法啊。你看像这种一看啊，就像，但是不知道，我们就把它后面隐藏起来看看啊。隐藏起来一看，它还是它向上发散，这个就不行了，已经发散了，看到没有？K 线横盘，均线粘合，向上发散，这个位置完全发散了。但是三个数值前面两个全是负数的，KD 的 K 值没问题，符合标准了。但是白线和黄线全是在零轴下。那我们说过，三根以内可以要，这里是第一根，超过三根不要了啊。我们看一眼，这里是第一根，第二根不行，第三根还是不行。第三根的时候，这个黄色的线还是负数，就证明这个条件跟我们无缘了，我们做不进去了。这就是我刚说的啊，这根发散了，指标不行，等一根还不行，再等一根还不行的话，就这个单子。下一根再行了也不能要了，因为它的止损会放大很多了，而且成本价肯定不那么好了。所以像这种形态以后注意，我们是最好是所有的指标这些条件都已经完全走好了，就等它发散，那是最完美的状态。那如果说它发散了，这儿没走好的话，我们就可以等个再等两根看看，这个理解吧？关于三阳开泰的这个细节，大家能理解吗？案例是很多很多的啊，案例特别特别多。只是说，对于这整体的这个形态呢，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横盘的这个形态，理解啊。我们今天看了很多案例，空头的案例少一点。确实这一两年，这一两一两两年吧，整两年，做空的案例特别好看的做空案例没有太多。本身也就是去年才跌了几波，然后呢，其他的呢就没有太好看的，所以我们做多的案例可能会多一些。如果是找以前的案例的话，你可能是能看到很多，就是很多那种经典案例。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找案例呢，以近期就是最近一年的为主会更好一些。就太久的话，感觉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但是最近一年多的案例呢。大家好多都已经经历过了，所以对这个盘口啊，对这种行情啊，都是有印象的。这样对这个盘口的记忆也会更深一些。所以大家先休息啊，10点15分了，休息15分钟，然后等会儿我们继续。大家等会儿就是大量的找案例啊，休息完先去休息吧，该去洗手间去洗手间，然后该喝水喝水。然后我们再重新回来，就大量的找案例，我看看大家对这个盘口理解怎么样。我觉得三阳开泰最简单了，但是实际上我跟大家说实话，每一期学完之后，把三阳开泰弄混的人是特别多的，就是重视了横盘，不重视均线，重视了均线，横盘又管不了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反正就是这个，我看看，等会儿看看大家找的案例找的怎么样啊？行了，大家休息一会儿吧，然后我也休息一会儿了，歇歇嘴。然后咱们再继续啊。
Hello，Hello，hello, 我来啦。现在开始，大家找找案例吧，同志们，找一找我们的案例。三阳开泰，刚刚大家看了很多案例，应该是有一定的理解了。核心一定是 K 线横盘，均线粘合啊，在横盘的过程中就要开始粘合了，所以这个是核心。所以像那种震荡的就不要了啊，窄幅震荡。然后粘合不好看的就不要，所以现在大家开始找找案例吧，找一找案例。开始吧，各位。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啊。不同的周期大小，就大小周期都可以找哈，不一定非得在日线上或者是周线上找。像什么小周期，主要是先把这个形态先给记录下来，这样到时候就印象会更深一些。找一找案例，找一找案例。大家都主动的找一找哈。好，继续，大家找多一点，然后咱们开始看啊。大家都主动的找一找，每个人多找几个啊，多找几个。好嘞，继续，继续。每个人至少得找个三个吧，找一个不够啊，至少找三个，都翻一翻，都翻一翻。好，继续，其他朋友都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
继续啊，继续。现在就海洋、段文广，还有一个朋友找了，其他的朋友也都找一找啊，每个人多找几个。就是你觉得是或你觉得像，你都可以发出来啊，都可以发出来。错了也没事，错了我就知道你是哪里没理解透，然后咱们再讲都行的啊。所以有很多朋友，昨天还有朋友给我发信息，就说找案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找，又怕找错了，也自己也不确定。就有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完之后就会觉得不是那么没有那么完全理解，所以没有关系啊，可以好好找。找完之后错了没关系，错了就证明对这个条件没有理解，我就可以多讲。如果说都不找案例的话，我会觉得大家是不是都会了，还是什么情况？那么一讲一过，这不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嘛，对吧？所以大家不要怕找错啊，不要怕找错，错了也没关系。继续啊，其他朋友都找一找。昨天有好多朋友案例找的都不错的，然后今天看看这个盘口，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三阳开泰是最简单的。反正在往期课程里边，不是每一期有好几期都是三阳开泰，听完了之后，感觉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一样的。一找案例，或者说是听完了之后就理解的，和我讲的好像不一样。给我看看大家理解的怎么样啊？其他朋友咋没有动静呢？人呢？去哪里了？我看到课堂上都很多人都在啊，但是就是案例没有动。我先看看，今天没带电脑啊，没带电脑，行，下次补上啊，下次等下午或晚上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找案例，找了案例之后可以把案例图单独发给我，然后我看看是不是案例是必须要找的，因为不找的话，就不知道会不会，就像你要是说会的话，你找案例找的都是标准的，但你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遇到这个盘口，你就第一时间能反应出来。哦，这个是什么什么方法？我应该做，标不标准？我应不应该做？你就有印象，或者是，能够确定了。但是不找案例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我对大家的学习的这个理解是没有办法，就是看到什么是什么程度，就是没办法看到的。我先看一下苯乙烯现在的。15分钟，15分钟，看一下。这个不太好，这个横盘不好啊。这个段文广这个位置横盘不太好，你看到没有？均线是粘合的，但这个横盘这个太难看了，就属于那种跨度是
太大了，就那种，怎么说呢？就以跟那种横盘横的好看的一比的话，它就实在是太难看了啊！这个横盘不行，横盘不行，实在是不好看，横盘不可以。铁矿加权，我们看一眼。铁矿加权，4月14号。哦，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也不太好。然后就算发散的话，它也早就发散了。它其他的条件也不符合标准。它首先它横盘可以，粘合呢就有点没走好。铁矿这个也不太好啊，铁矿这个是谁找的？是海洋找的，不太好。啊，梁老师，抱歉抱歉抱歉，梁老师，4月14号。哦，2小时是的，2小时是的啊，是的，发散，这根线就发散了，这根线进场止损破这儿，没问题没问题。那这个也是回马这个三阳开泰之后，就这里三阳开泰嘛，是很好看很标准的。三阳开泰之后又出现了个回马枪，看到没有？这就是我说的三阳开泰先出来，然后回马枪后出来，有些时候会有三阳开泰之后会出现回马枪或者一阳指。有些时候它又上去，就直接上去了，它就什么盘口都没有了。所以这里是的啊，这个是海洋找的，非常标准，非常非常的标准。K 线横盘，均线粘合，向上发散做多，这个位置发散的 MACD 三个数值都是正数，没有问题。KD 的 K 值大于50，没问题。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是下一根线开盘价直接进场，开盘是1014，止损破这个低点是977，哦，止损几十个点，有点大。但是整个形态确实是非常标准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的啊，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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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棕榈继续看一下，还有哎，还有那个 SS 现在的 SS，还是找主力合约吧。SS 现在的 SS，2小时。现在 SS 哎也是哎，也是，K 线横盘，均线粘合，向上发散，这根线发散了吗？看一眼啊，这根线不明显，有一点发散了。如果按这根线发散的话，这里三个数值都是正数，没问题。KD 的 K 值大于50，没问题。这里已经算发散了，下根线开盘价仅开盘是20300。止损破这个低点也行，20300破这个19760也行，破这个低点也行，都可以。是，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日线形态，日线形态也是多头的，2小时跟日线是共振的。是的啊，是的。SS 现在沉淀资金多少？看一眼，沉淀资金10个亿，有点小，但是还能接受。是的啊，SS 是的，这是谁找的？这是谁找的？我们这位朋友叫啥来着？这个名字我不会读，我不会读这个名字，sorry 呀、啊。对，是的啊，是的，是三阳开泰，是三阳开泰，没问题。大家可以看看，放大、缩小、隐藏都是，这就是我们实际三阳开泰遇到的样子。就我在实际操作中遇到这种形态，它后面都没走出来，你应该怎么样判断它是三阳开泰还是不是三阳开泰？你就一眼能看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找案例，我要大家找案例的时候一定要把后面隐藏起来，就这个原因啊。这是的啊，是标准的，是的，跟日线有共振，可以，止损也反正不小，对于这个 SS 来说不小，止损不小，但也不是特别大，都还好。接下来我看一下。哎呦，稍等稍等，我的笔呢？稍等一下，我的笔去哪里了？笔拿下去了。先这样吧，SS 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啊，是，然后再看一下。
铁矿加权，铁矿加权，2小时，1:26。嗯，这个也是。发散的话，我看一下，这个也是。这里发散了，差一点点。这里不行，在这里吧，算是这里，因为它这个位置这根线发散的，但是 MACD 的那个黄线差一点，所以呢，不做不进去，应该是再等等的话，这根线呢也不行，这根线开始发散了，已经发散了。然后三个数值符合标准，都是负数的，KD 的 K 值小于50，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可做。是，横盘最终选择方向了，也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也没问题。这也是谁找的？海洋找的，可以。棕榈1小时，2月17号，棕榈应该是主力合约吧？棕榈1小时，2月17号。嗯，1小时，2月17号。这儿啊，这儿不行，这个不算三阳开泰，隐藏起来你看看，它三阳开泰不太好，它那个均线呢有点缠绕，其实属于它不算是标准横盘了。不算是标准横盘，这个是，这个棕榈是谁找的？棕榈是也是段文广找的。这个不算横盘，算是震荡吧，算是突破，算是突破，但是不属于三阳开泰。你看这个均线整体的状态不算三阳开泰，这个位置呢勉强能算，但其实它也是一个窄幅震荡，均线粘合是可以的，但都不是特别好看。这个位置，刚刚那个位置不是啊，这个位置，刚刚那个说1小时那里，不是，这个位置不是，不是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05，6月23，玻璃，6月23，这个05不标准。你看加权会更标准一些，因为05这个21天线有蹦得有点远。玻璃啊，均彩你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05呢不是当时的主力合约，所以它数据有点不对。你看那个加权会更清楚一点，加权上面这个3条均线，我带你看一下啊，就刚我说过这个，加权上面的数据和当时主力合约是一样的，它是这样的，这个就很好看了。刚刚那个05的21天线属于蹦上去了。然后就变得形态变得很怪，整体的粘合就不那么完美。然后这个加权，就这个玻璃加权上面看的就是很标准的啊，这个是很标准的。然后铁矿2小时，好嘞，铁矿2小时，2020年1月2号。不是这儿，1月2号这儿，我想这儿，一个这儿，我看一下，这个位置还可以，还可以，1234567890，它后面这个是很好看的，前面这个稍微有点破坏了，属于不是那么完美的，但是整体后面这半段还节奏还可以，粘合很好看，横盘也可以。发散的话是这一根儿，下一根儿，因为这一根儿的时候发散了，但是它这个差一点点，黄线差一点，然后再看一下下一根儿，这根儿符合标准，然后这个进场的话，止损不用破这儿啊，不用破这儿，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下根线开盘价655，止损破这个低点就行了，破这个低点640下面就行，不用破630。破630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一般三阳开泰不需要破最低，就破横盘的小低点就行，次低都行啊，就破这儿就行。这个位置还可以，它不是那种特别好的，因为它在这个位置有点把形态有点破坏了。如果都像这样子的状态的话，就是很好看的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玻璃两小时。玻璃两小时这个刚刚说了，均彩的这个刚刚说了。玻璃两小时没有，2022年。玻璃两小时，20年7月31号。哦，是的，非常非常的是的，标准。这个二十一天线虽然绕，但是看它的点差相差不大，相差的话就几个点，所以还行，这位置也还行，横盘还可以，粘合还可以，发散哪根线发散的？这根线看一下51，哎呀，其实下根线才算发，这根线才算发散的，这根线才算是发散，这根线差一点，发散符合标准没问题。没有问题，然后进场的话，我看止损大不大啊？1705，止损破这个低点的话，哎呦，几十个点，止损有点大。这形态确实是的啊，你看这里是不是？这里也是呢。这个位置看到没有？这个位置也是标准的，K 线横盘，均线粘合，这是属于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这里也是，然后向上发散。MACD 三个数值都是正数，KD K 值大于50，这里也是非常非常的标准的。这里估计也是，但是这里也是，但是 MACD 不行，就是到进场 MACD 都不够，这属于底部开始形成的这种三阳开泰的形态，MACD 没跟上，也很可惜。但它整个形态里面，像这种形态，这里都是不符合标准。你看像这种啊。K 线横盘，均线粘合，最终它向下发散了，看到没有？但是 MACD 一直以来都做不进去。这个啊，如果是按向下发散做空的话，最终做不进去，因为它从来没有下过零轴，也就是三个数值有两个数值一直是正数的，做不进去。如果做的话就打止损了，还好做不进去。然后这个就是也是标准的啊，这个位置也是非常标准的三阳开泰，K 线横盘，均线粘合是属于那种非常好看的。然后接下来我看看，杨德兴找的沪铝加权日线，4月13号，4月13号，哦，这儿，是的，这个也没有问题。发散的话，哪一根发散的？看一下，这根线发散的差一点点。这个位置，哎呦，差一点点是这个数值，差一丢丢，差一丢丢。那我们应该再等一根儿，再等一根儿的话，哎呀，止损就大了。这个位置止损就大了。开盘是18305，止损破这个低点17240，止损1000个点，止损1000个点就有点大了。如果是这个位置发散就能做的话就好了，这个位置能做的话就止损几百个点，能接受了，知道吧？这个沪铝是很可惜的，如果这里能够直接做就好了。但是当时它 MACD 差一点点，但这个盘口我印象中我们当时做了的，做的啥呀？哦，一阳指做的，一阳指在这里就形成了，这根线开盘价进的17715就做了。啊，想起来了，这个位置也做了，但它也是一个三阳开泰。如果按一阳指的话，这根线就能做了，按三阳开泰得到这根线才能做，所以就差个几百个点。最终上去了，这一波也不错。当时的沪铜这里也有盘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又是三阳开泰，又是一阳指。然后这个杨德兴，你刚找的这个案例是的啊，只是止损很大，止损很大。然后2小时21年的12月13号，2小时，21年的12月13号。然后这里应该是没问题，这个位置没问题。发散了，这个也是那种很好看的啊。
K 线横盘均线粘合属于那种粘合的很好看的，向上发散做多，向上发散的时候也是 MACD 三个数值其中有一个，第二个是负的，KD 的 K 值没问题。那这个位置做不进去，应该再等一根儿。这根线符合标准了吗？不行，这是第二根了，再给一根机会，再一根不行的话就不要了啊。再看一下，行了，行了，这根发散的它不符合标准。我们说三根以内符合标准就行，它是第一根、第二根、第三根，第三根完全符合标准，三个数值都是正数，KD 的 K 值大于50。下一根线开盘价直接进场，开盘19325，止损破低。18770止损也是，哦，止损几百个点还行，这个还行，这几百个点能接受。如果是1000个点的话就太大了，几百个点还行。啊，最终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这个也是呢，做进去之后出现回马枪，看到没有？这就是我说的回马枪，一阳指出现在三阳开泰的后面，所以我们这里能做，就后面也能做，但这里如果不做的话，万一后面没有，我们就做不进去了。所以这里也可以做，这里也可以做，这两个位置都能做。都能做，没问题啊。然后杨德兴找的案例都是很标准的，真的是很标准，形态是很好看的。包括昨天找那个回马枪，我觉得案例找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值得表扬啊。杨德兴的案例算是都是那种好像对形态追求的还可以。20年9月3号，哦，我知道你说哪一个了。这儿，哎，这10月9号。9月3号应该就是这儿啊，不对，这儿。9月3号，20年，对呀、啊。9月3号没有啊，9月23号吧，9月30号吧，9月30号应该是这儿啊，应该是9月30号吧，是吗？9月3号没有啊，杨德兴，9月3号没有，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然后30号，那就是这儿，这个位置也有一个一阳指的，又是一阳指，也算是三阳开泰，其实没有那么标准，说实话，也能算，但它的横盘没有这儿好看，这儿是横盘好看，粘合不好看，这是粘合还行，横盘没有这儿好看，但是也能算，它不属于那种特别好看、特别标准的，但是是的，也是的，但它又是一阳指，我们当时是在这儿做了一阳指的，我是在这儿就做了，在这儿就做了。然后，但是，后来在这儿又出现了一次，这是20年橡胶，就是几年以内做的最爽的一单，特别快，当时半个月之内行情直接几千点就走出来了。这个单子是，但是横盘的你们看这个位置横盘很好看的，看到没有？横的是真的很乖的样子，就是其实好看的形态呀，不需要多说，一看你就知道它是好看的。它不好看，它怎么都不那么好看。你不对比，心里也有感觉。就像这种横的好看的，你就看着就舒服。它就是粘合不好嘛，但它横盘确实横的很好看。做这种横盘突破也行，像这种形态，就做横盘突破也是很舒服的。继续看 LPG，2022年的2月14号，LPG 那就是现在的吧，应该是 LPG。2小时，2月14号，情人节这天，应该是这儿吧？应该是这儿吧？不是2月14号？这个是杏花股份，应该是这个区域吧？是这儿吧？是这个区域是吗？是这个区域对吧？2月14号不是2月14号。是整个发散，前一根发散了吗？前一根发散了，这儿它其实属于粘合好看，粘合得很紧。K 线说实话啊，K 线形态差一点，K 线横盘差一点，它有点走那种窄幅的震荡。它比横盘的波动空间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呢，它粘合又可以，所以这种形态属于。可做，但一定不是说那种做的会很舒服的形态。它的，因为它粘合好嘛，而且它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整理，就还行。但你要说它很标准、很好看、很完美吗？没有，因为它横盘不够横，
所以这个横盘是属于那种，其实还是不够的，要再横的再好一点就好了。我看一下四小时这个位置有没有？四小时，2月14号。嗯，四小时呢也不够，四小时横盘可以，粘合又有点不够。四小时这个位置倒是可以呢，这个位置倒也还行，差不多符合标准。这个2小时的 LPG 啊，嗯，杏花股份找的这个，还可以，但是它是属于粘合好看，K K 线横盘的时候不是那种特别好看的，但它不难看，不是那种难看的。就是属于那种可做，就属于可做的那种啊。嗯，来看一下，铁矿加权2小时，看一眼。铁矿加权2小时，嗯，19年1月17号。嗯，这个就是完美的。那 K 线横盘好看，均线粘合好看，这是海洋找的啊。是的，嗯，完美。怎么进呢？我们看一下，嗯，进场这儿发散了，符合三个数值全是正数，KD 大于50没有问题。下根线开盘价进，开盘520。嗯，破低止损507，十几个点止损可以，没问题，很标准啊，非常非常的好看，非常非常的标准。嗯，这里差一点，这里没有这里横的好看，这里更好看一些，横的更好看。这里其实也还行，这里其实也还行，但是没有这里好看。对比起来的话，因为它在这个位置纠结的时间更长，横的时间更长。这个呢是从这个想。就是调整的震荡期久一点，这里其实也还可以，但是跟这里比的话，这里更好看。是的啊，海洋这个是属于这种就属于很标准、很规矩、很规范的三阳开泰，特别正统的，就是正统的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豆油2019年7月19号，豆油，7月19号。日线，嗯，这个横盘好看，这个横盘好看，我看一下，嗯，发散了，0706不明显，这个位置才发散的。它其实在这个位置发散的，在这里，止损就可能有点大了。这个位置在前面横盘的时候是很好看的，就这个位置稍微破坏了一点点的美感。嗯，但整体其实发散是在这根线发散的，5天线就明显上去了。13天线是5707，21天线5706，它比它大一点点，就是不明显，就不明显，但是条件基本上算是成熟了。三个数值没问题，KD 的 K 值大于50也都没问题，可做啊，这个位置可做，可做。开盘5770止损，5638100多个点止损也还行，还行，这个位置也还可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但是这里就稍微的难看了一点，但均线粘合是可以的。这里发散，符合标准。符合标准，符合标准，符合标准，也没问题。这里，这也没问题。这止损都是很小的，这里也没问题。这里出现之后又出现回马枪了，所以经常哦，这是豆油05的，看一下指数啊，看一下指数，再看一眼指数，豆油。嗯，是，三阳开泰没毛病，指数上更清楚一些。这根线发散的，非常非常的标准。K 线横盘，均线粘合，向上发散，没毛病。
MACD 三个数值都是正数，K 值大于50，下一根线开盘价进场，开盘5558，止损破这个低点5446，止损5558，54，110个点。对于豆油的日线来说，110个点不大，不大合适，挺好的，止损也不大，挺好，挺好，挺哎，5558挣了好几百。你看这个盈亏比，同志们，这盈亏比是不是就很合理？你们做的时候就觉得啊，哦，踏实踏实，在这儿做的嘛。你开盘价5558，止损5446，止损是不是110个点差不多吧？110个点。5558到这个已经最高了，这个5500到6200，700个点了，止损算100个点，7:1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做趋势的盈亏比，有很多时候就真的很爽，爽就爽在止损虽然大点儿，但是你盈利的空间也大。这就是这个，做趋势的魅力吧。做趋势其实最主要不是靠胜率挣钱的，你胜率再高，盈亏比不好没有用。主要还是靠盈亏比，胜率低一点都无所谓。那如果说盈亏比合适的话，你连着止损，一波止盈就直接给打回来了。前提你是什么多少手亏的，你要多少手挣才行。你要是说你10手亏，你靠一手盈亏比再好，你也挣不回来，明白吧？这就是前面我昨天跟大家讲的那个，又回过头来再说到那个仓资配比了，就是只要是同手数开仓的。那你哪怕连续止损，你下一次再开仓，你一次止盈就能够把这个前面的亏损全部覆盖了，甚至还有利润。这就是做趋势最大的魅力啊，同志们，一定要注意，仓位也要控制好的。这个是非常标准的，这刚是谁找的？杏花股份，完美的啊，非常非常完美，标准呢，标准的不行的标准，对对的，然后。半小时能用三阳开泰吗？其实啊，回马枪、一阳指、三阳开泰这些方法在哪个周期都能用。你说你用在5分钟也行，都能用，只是说周期越小，相对来说稳定性会差一些。就周期越小，你做单的频率会很高，因为它方向一天都可以一天两变的，上午是多头趋势，下午就转成那个空头趋势了，就它速度太快了，知道吧？所以你不是说不能做，能做，只是说小周期我不建议大家做，因为开单的频率太高，再加上它整体的大方向，尤其是在大的周期方向不明朗的时候，小周期老是有机会。你老是做，你又挣不了多少钱，挣少了吧舍不得走，吐没了；挣多了吧，又需要行情的配合。所以就是小周期不是不能做，能做，只是说这些方法用在小周期上有点浪费。就是它本来是盈亏比特别好的方法，应该是用来挣大一点的钱的，就是小钱咱们就不挣。再加上小钱它不稳定，主要是如果说你很稳定，你天天积少成多也行，但不是的啊。在比如说像近期这春节之后，整个盘面有好多都是来回洗、来回震的，小周期天天有盘口，但是就是没多少空间，你做了就会很烦躁，没有空间你就挣不到钱嘛，挣不到钱你不挣钱就可能会亏钱嘛。所以为什么最近很多做短线的做得很痛苦呢？就是因为最近的行情容易来回洗，就是要考虑你的速度。你要真的是做高频的无所谓，反正你快进快出嘛，进去拿个几秒钟就出来，那个无所谓。对什么什么空间呀，什么波段趋势啊，什么横盘呀，都无所谓。它只要动就行，它不动就没辙嘛。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操作手法和不同的交易逻辑它之间的区别。所以，像我们呢，就是对行情的要求会比较高，就是一定动还不行，还要大动，这样呢，你才有空间、有机会，然后有更多的利润。那如果说就天天横盘，就只能看着窄幅震荡，也只能看着宽幅震荡的不喜欢。所以我们会比较挑盘口，挑盘口人挑一点好，挑一点之后呢，你就能够自动排除很多那些不那么好的人，就是我们叫宁缺毋滥。不要宁滥勿缺，这个是我觉得挺经典的，就是不要什么样的行情都吃，就吃我们喜欢的，就挑喜欢的吃，就挑适合我们的吃。这样子的话，你开单频率低，心态也稳，没有机会的时候该干嘛干嘛，没事玩呗，对吧？你全职交易，你也不用天天对着电脑 K 线呀。就像我之前周末不是跟大家直播在说嘛，我今年都定了很多计划。
等疫情不那么严了，今年明年我都还想走遍全中国呢。我之前真的没有怎么出去走过，我去过的城市很少，南方城市就很多都去过了，靠北的、靠西的我都没怎么去过。因为我呢就本身是南方人，加上我又喜欢南方的气候，以前又生活在广东，所以沿海城市那边很多都去了，但是有一些就是其他，但是去吧也没怎么玩过。所以我想着，以前大部分的时候就对着 K 线。以前真的，我跟大家说实话，就这些方法复盘，差点没把我复死。每天晚上，我一般我是美国时差那种，就是晚上夜里不睡觉的。我一般是中午起床，我现在不上课也是中午起床。然后平时呢就是晚上夜里面，你看我你们经常看我夜里面还在回信息吗？就是我经常会夜里不想睡，我老舍不得睡觉。就晚上的时间对我来说特别宝贵，我晚上就舍不得睡，我到现在都要这样。我这些时候已经经历了多长时间了？我觉得小10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其实没什么黑眼圈儿。我那个眼睛下面那个叫卧蚕，它是天生的，小时候就有，它不是眼袋，不是熬出来的，就是它那个时差已经形成习惯了。原来这些方法复盘。你看一下一个方法好与不好，你不能上来拿账户试的，万一它不好，钱赔了多心疼啊！很多时候就是先拿这些历史数据去复盘，看它的稳定性，日线复完复周线，周线复完是吧？小时线、分钟线全部都要复，复了这个条件不那么好，比如说，粘合要求高一点，胜率就高；粘合差一点呢，就胜率就低，或者说是把这些指标都怎么样调整。让它变得更丰满，变得更好，这都是耗费了很多很多精力的。所以我以前大部分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对着电脑，我也不爱社交，我也不爱出去玩，我也长这么大也没有怎么，也不会玩游戏，也不会喝酒，我是一点酒量都没有。啤酒，你比如给我来个杯子啊，就是正常大小的一次性杯吧，我要一口气干一杯的话，我一定会吐。我就是这样的量，不是说我不喝，而是我这个身体不允许，就真的没有量，它还过敏，浑身发红，就是那种，反正就挺难受的。所以我就是真的是一个很无趣的人。然后这么多年对着 K 线，然后到现在其实是已经很轻松了。我在最近几年做趋势之后，基本上就时间就很多。然后我不复盘的时候，我天天就是闲着，就很闲。我做抖音，做快手。那个时候也是我弟说你天天闲着也是闲着，时间那么多是吧？人家都玩这个挺时髦的，你也试试呗，就这么玩起来了，然后才有现在的这个线上的交易系统训练营。在最初我也没想过，我也没有想过做培训，我都觉得我不是这块料，我哪会讲啊？我根本就不会。然后就是慢慢慢慢，那个时候就很多人说想跟我学，问我开不开班啊，能不能就是开个班呗？我们都来报名什么的。最开始跟大家聊得很火热的。就天天没事儿，就是聊啊，挺好。后来那行，我试试吧，就这么弄了第一期，就这以前的第一期，然后一直做到现在。我大概是做到第三期还是做第四期的时候，我说我不想做了，太累了。原来我因为讲课不会讲嘛，就是没有条理性，我讲到这儿我还怕忘，所以我就特别多的话，我就总是把一个条件说来说去，我就怕大家记不住。所以就是很啰嗦，就是不会，没有技巧，不会分享，然后所以前几期其实讲课，说实话，我自己觉得讲的就很用心，但是我真觉得讲的不那么好，但也都教会了啊，因为废话多嘛，所以也大家也都听会了。从那个我大概第三期、第四期的时候，我当时就说，我说我不想做这个课程了，太累了。而且我还要早起，我不喜欢早起。我每天早上8点多要起床，哎呦，早上9点钟上课，我这个上午啊，我整个头都是懵的。然后我晚上我早睡，我睡不着，我习惯了，反正整个就不舒服。后来呢，他每一次都是我，比如说我开三期的时候，四期已经满了；我开四期的时候，五期都已经报名了，就是这么压着我，没办法，我必须得把这期讲完。就是我报这期的时候，我上着上着课。他就说要参加五期，比如说啊，那五期都参加不了，上一半儿你咋参加呀？那我定六期吧。就是好多人都是这么来的。原来，说实话，我做这个线上的这个课程啊，我也不是什么机构里边专门培训出来的讲师，我也没有什么营销团队去往给我去打广告，让我去收学员什么的，就是这么来的。你们怎么来的？其他人怎么来的？有些人更简单，网上一搜搜，听别人说小雨怎么样。
然后搜搜搜就找到我就报名了。所以我其实做到今天，跟大家说实话，不是凡尔赛，就是我没缺过学员，我也没有说那么死乞白赖的，非得要去怎么样去让大家来报我的课，我都是很顺其自然的，然后一期接着一期就做到现在了。所以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就真正的上课什么都已经很轻松了，没有说我上课之前我还很焦虑呀，或者很烦躁，不会，就因为这些东西我讲的太多了，它已经深入我的整个脑子里边都是张嘴就来的东西了，所以我整个人的状态现在也轻松很多。然后现在加上，睡觉呢早一点睡，像一两点睡也能睡着了。现在以前睡不着，以前不到4、5点钟我肯定睡不着，也舍不得睡，睡不着也舍不得睡，反正就不睡了，就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大部分的时候我晚上都是用来复盘的，为什么夜里复盘呢？夜里复盘很安静，没有人打扰。然后特别安静，然后以前开始自己付，后来我经常会带着虎哥，然后我们团队再带一个小的那个下单员，带个小孩儿，然后就几个人，他们帮我记，我就找形态，就这么付过来的，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大家学完这一套之后，到时候也会教大家怎么复盘。复盘不光是为了研发方法，当你验证一个方法或者是交易信心，它也是从复盘得来的。所以它的重要性后面再跟大家细细的说，只是跟大家说这些方法的得来不容易，再加上现在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次，然后这些方法用了这么久，也希望大家有这个信心。然后刚是说到从小周期大周期嘛，就是我这些方法所有的其实不能说更适合大周期，而是我希望大家做大的周期，因为大的周期性价比高，你吃一次是一次。然后又说到刚刚今年玩嘛。玩为什么可以玩？如果我做短线的话，我怎么玩？做日线，你每天下午看一眼就好了嘛，对吧？有机会做，没机会不做。开完单之后设好止损，电脑一关，爱怎么地怎么地。明天下午看一眼，哦，单还在，我继续玩我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盯盘上，这是最傻的，因为盯着盯着自己手就乱了。复盘是需要时间的，复盘也别开盘时间复，等收盘了，踏踏实实的复，复完了之后一切都确定了，你的系统也确定了，你定好做什么周期了，然后在行情最近，比如说行情不那么稳定的时候，然后也可以多多散一散，反正该忙什么忙什么，不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开盘时间、收盘时间，你怎么努力都行。其实我们真正的用心和努力就是放在收盘时间的，开盘时间是不需要你努力的，开盘时间只需要执行就行，有就做，没有就不做，这就叫执行。所以有很多人是错了，开盘时间，哎呦，在这里就是感觉自己特别用心，特别努力，收盘时间就出去玩了，今儿挣钱了，哎呀，哥们请你喝酒啊！以前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今儿挣钱了，就我消费去，就这样的，哎呀，去买给媳妇儿买个包，就这样的人很多啊，挣钱了，买什么？这段时间行情不错啊，买个大件儿，然后这段时间亏了，哎呀，没劲，亏了，天天就烦呀，就为什么亏呀？就烦，不是找原因。不是找自己位置哪出问题了，而是就单纯的烦，因为行情不好，这行情这个德性，他就是来针对我的这个主力，这个怎么的骂主力，骂行情，骂谁都不骂自己，这就是现如今大部分散户的现状。挣钱了就美嘛，然后就出去玩消费啊，这就是可开心了。一赔钱就开始赖这个赖那个，他就是不考虑自己的因素，天天爆仓啊，或者是天天亏损呀。天天就是扛单呀，也不想自己为什么这样，反正就是不找自己的原因，所以才很难进步嘛。能够进步的人是总是从自身出发的。我为什么要扛单？这个单子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设了止损，我为什么要把它撤掉？是因为整体的趋势没有改变吗？还是说我当时就是害怕了，我不死心？那不死心就不对，因为形态已经不对了。我通过复盘我也看见，它的多头趋势都形态完全打乱了，就应该认亏出来了。这个单子出来之后，我再等机会做就好了嘛，我干嘛跟他较劲呢？那下次再看到这种形态的时候，哎呀，错了就错了，是吧？行情不配合，然后整个打止损就打止损了，我认输，先出来观望，再有盘口再做都行。那比如说你提前基金抄底摸顶了，后来你再通过复盘，我都这个位置了，涨4个月了，我疯了，我跑去还做多。对吧？能有多少空间？天天历史高点，怎么的？他就对于这个行业，他也不可能再怎么样了吧？就是你会总是在自身身上找原因之后，你才能进步。
所以很多时候交易者为什么那么多散户没法前进？他总是你们应该听过很多，包括我自己以前也这样。我觉得我就觉得这个主力盯着我呢，反正他就是为了洗我来的。他没事，他认识你们的洗你啥呀？你不这么做，他洗你啊，对吧？再者说，主力又是谁？他们相互之间也还有赔钱的时候呢。那主力赔钱了，他是不是该骂其他的机构？他太坏了，他那阴损坏，他就为了讹我的，好像也不应该吧？是你的策略哪出了问题？战略哪出了问题？是哪个地方没有注意到？哪个条件细节没有发现？应该是从自身身上找原因，才有提升的空间。所以，我们其实做人呐、啊、做事啊、做生意啊、做交易，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永远永远别赖别人，赖别人没劲。那当然，如果说，比如说，我就拉着你的手，告诉你，你现在必须要给我做豆油的空单，你不做就不行。我告诉你，你不听我的，你就傻，你必须得做。那做了之后亏了，你可以赖我，赖我神经病。赖你自己傻，听了我的，然后说我神经病。你要不是我的话，你就不会这么做。这样可以赖，赖得着。但但凡是，一切都是违背本身定的一些标准规则去瞎做的，这些一定要改。改的根儿是先认可自己的问题，先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有机会可以提升。这是我的一些中心思想啊。所以刚刚说到短线呀、趋势啊，从我们的那个，刚刚是谁说的？小周期上说的是谁呀、啊？啊，杏花股份说的，从半小时上说来嘛。所以我希望大家来这个市场，既然跟我学了，其实我本心我肯定是希望大家都能挣钱嘛，这样我的口碑也好，大家真的有机会我去到你们的城市了，有机会见面的话，你不会见面指着鼻子骂我说小雨你就是一骗子，你是吧，就是坑人的，收我学费。教我的东西全是垃圾，我肯定就没法面对大家嘛。所以我觉得做人不能这样。再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都露脸的，都要脸，就没有必要露着脸去行骗。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挣钱。那能挣钱，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可能别的生活经验没有，跟大家比，我真的什么也不是。可能真的大家有很多比我年长很多的，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的都有，但是我其他行业真的不行。我做过好多投资。都亏了啊！说实话，都亏了，就是，整数拿出去一毛钱都没有回头钱的，就那种就不行，我什么都不会，也就会做做期货。期货呢，就做了这么多年，然后确实比在座的各位可能经验会丰富一些，加上也真的挺用心的，又是全职做这个，你们很多都是有本职工作，然后有自己的事业，拿这个当投资来干的。我不是，这是我的生计的问题啊，我就靠着以这为生的。所以咱们还是有区别的，就区别在这儿。所以不管怎么样，在期货上我经历了这么多，然后做到现在，也还行，一切都是比较稳定。那我肯定是知道哪种方法其实是更适合大家的，就是稳稳的听我的，不要碰小周期。小周期你就意味着必须要盯盘，一盯盘盯久了之后，你30分钟就变成3分钟了，特别容易，就一念之间的事儿，做着做着全乱了。就你别说，我制定好，我就做30分钟1小时，我绝对不看其他的，绝对绝对就是行情好的时候你可以不看，行情一旦不好了，你就开始看了。人性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没有受任何人监管，除非说你在一个机构里边，在一个团队里边，你自己管不了你自己的话，有别人来管你，这也行，它有一个相互约束的这一个空间和一种制度，但是自我管束、自我约束。就是自律这个事情太难了，谁知道我看5分钟了？谁也不知道。我试试呗，我亏我的钱，我亏你钱了，你管我怎么做呢？这不就都出来了吗？所以最终就又回到从前了。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不要把精力浪费在开盘时间，然后开盘时间该松松，该闲闲，一切的努力都在收盘之后。这是我这些年总结的核心吧。所以复盘这个事儿，别开盘复，就等收盘复。收盘，盘面也不动了，是吧？一点点负，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有的人得拿刀逼才能改。哎呀，就有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所以我说交易不是适合所有人是什么？就有跟人的性格也有关系。有些人呢，就是意识到问题之后，能够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并且是能够执行的。但有很多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行，他都知道，他比你知道的还多。但是，一做全乱，这类的人也有很多，
所以就是有适合，这个跟天赋没关系，跟人是有关系的。就有些人天生吃这碗饭的，你天生你就是艺术细胞很丰富，那你想象力很丰富，你画画啊，干什么搞艺术相关的都行。但是不是所有人，你看有些人天生就会唱歌，不用学，唱得特别好听，声音也好听，音色也好，是吧？那个包括那个什么调儿也都在调上。那有些人天生五音不全，他就不是吃这碗饭，不是干这块事儿的。但是他别的行业在别的门类他又特别精通，所以这就是适合和不适合。这其实不算是天赋，就是适合跟不适合吧。有些也是有天赋的，但是大部分不能说是天赋，只能说这个你的性格跟这个行业的匹配度高不高。这是因为性格很难变，大家都知道，只能约束嘛。那你约束不了，加上性格所致，那就最终就没辙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也多多自检。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段文广说的 PVC 2小时，我看一眼啊，PVC 2小时，把这剩下的没看完的给大家先看了啊。啊，你们公屏上的话我还没看呢。3月，PVC 2小时，3月1号，还可以，不行。不行，MACD 不行，你看到没有？这里就发散了，但是一二三，这个不行，MACD 的这个快慢线一直三个数值啊。段文广，你看到没有？这个数值一直都是负的，所以这里不够啊，不行不行，它是到哪儿才转上去的？到这根线才上去的，早就已经过点了，已经没法要了啊。对啊，然后要，东北也很好，对，东北也很好，我没有去过。很冷的地方我没去过，我去的最北的地方就是河北了吧？哦，去过内蒙，去过内蒙，去年去了内蒙，应该对我来说是最，那属于北吗？那不属于北呀、啊，反正就是，最北就是北京、河北和内蒙，这是我去的最北的地方了，因为一直是南方，在南方待着嘛，北方很少来。我原来就怕干燥，我是一个特别怕空气干燥的人，所以家里面加湿器到哪儿都得开着。要不然的话就觉得受不了，就喜欢那种天气湿乎乎的感觉，就皮肤就觉得很舒服，可能是上辈子是鱼吧。然后再看一下玻璃加强啊，再看一下君彩发的这个，咱把它案例先看完了。玻璃加权日线18年的11月9。这儿，这里不够的啊，这里不够。这里是什么？就是我刚说的均彩这个位置，我刚刚讲前面案例的时候说过，这儿它是属于 K 线很好看，但粘合不够。5天线、13天线是有粘合的，但是21天线应该在横盘的时候它就下来跟它一起粘合了，那个状态就是很好的。所以这个位置是属于 K 线很好看，但是粘合不行，所以它其实三阳开泰就差一个条件。三阳，其实，这个名字三阳开泰肯定就是我觉得形象才这么取的啊。本身人家三阳开泰是一个成语来着，只是我们想象一下，就是三根，我觉得三根均线能跟它对得上，开泰嘛，就像开花了一样的小爪子一样伸开了，伸开了之后，然后就选择方向了，所以我觉得挺形象的这么定。那但是你这个三阳开泰的话，你这三根这个均线。21天线，他离家出走了，所以就不够啊。我们要三根均线都像这样子粘合才好，所以差一点点。然后来山西旅游啊，山西有机会一定去。我们上次不是说过吗？山西的醋特别好吃，知道？之前有，哎，我那个我不是跟那个中辉的老总很熟吗？我原来在广东的时候，广州营业部的中辉老总，他是山西人。然后以前就是他经常回老家，都会给我带东西。所以就是之前不是有是谁呀、啊？我们这一期有谁说要换公司？我不是给介绍了中辉嘛？我开户的公司，因为我自己不做这块业务，但是中辉的手续费啊，平时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手续费都是很低的。然后他那个老总王总，他就是山西人。我想起来了，是谁了？就山西的朋友，还有一个是他，还有一个，有两个都在广东，现在都生活在广东。然后就是都挺不错的，就是爱吃醋，山西的醋特别好，特别香，有机会一定去一定去啊。
然后再看一下军才说的正棉啊，我们把这案例给看完了，别耽误了，别找了之后没反应，这不行啊。正棉2小时，2019年2月27，看一看啊，把案例先看完啊，同志们，尊重大家的劳动成果，找的每个案例都要认真对待。2月27，2小时，2月27号，2月27号我没有看到啊。没有啊，是不是看错了？正棉加权没问题啊。军采，军采不对，军采，是我看错了吗？应该不是2小时吧？2月27号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呀，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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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不用记，哪里？不用记。军采，你再确定一下啊，确定一下，好像不对，没有，2月27号没有，2小时没有，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焦炭加权，好嘞，焦炭加权2小时，段文广是那个很会滑雪是吗？我看你的头像都是滑雪的，我不会，我这个人特别惜命，我。就是一稍微刺激一点儿，我就害怕了，特怂。但是我一直我试过滑过，滑不好，就是不会，也没有时间去学，真没时间去学。有些时候说走出来吧，又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先看一下这个案例，2021年8月20号，8月20号，8月，哦，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里也不太好。8月20号，这个是谁找的？云奇商贸，这里也不太好。你看它这个不属于横盘，也是属于震荡行情，就震荡，震荡不横盘，粘合也不好，所以这里不好。我给你找一个标准的啊，你比如说这儿都比这儿好一点，反正都不是太好，我给你找找标准的。标准的，你比如这个位置，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好看的，横盘好看，粘合好看，这就是标准的，上上发散。这个位置就是标准的，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都很好看。然后，其实标准的玻璃就很，焦炭啊，焦炭，这是焦炭，焦炭没，相对来说少一点。刚刚这个位置是标准的，你找的那个就属于粘合不太好看，对，湖北也挺好的，湖北也挺多玩的，基本上是大家找的案例我都给看完了啊，还是有很多朋友没有找，没关系，如果是找的怕找的发出来不好看呢，你们也可以单独找了之后，然后发我微信，然后截图发图片发我微信，然后我来看看啊，有些朋友呢就是比较害羞。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上课不方便找，加上有一些在上班的，我知道我们这期有很多上班在公司，可能都戴着耳机在听，然后能上课就不错了。就找案例的什么后面再说都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后面还有3周的这个实操课程嘛，就是那个实盘课程，这个是后面的3周，主要的就是把我这周讲的所有内容全部去消化，慢慢消化，慢慢吃透，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因为我们这期。有一个朋友特别新，昨天还在给我发信息说有一课没听明白，然后反正不明白的你们就问我啊，就问我，我看到还在课堂上，有什么不明白的我问我，我课堂上我可以再重新讲，然后你在课堂上直接问我，就在公屏上问我，比如哪个点你说的没听懂，能不能再讲一下？在课堂上讲呢是最清晰的，最快，因为大家能看见我的屏幕嘛。你私下再问我呢，我就可能就是发语音，它就是那种理解。的方式会有点不一样，好吧？我是很有耐心的，所以你们一定别说不好意思。哎呀，我老问的，会不会感觉不好？没事儿啊，多问。陪孩子上网课太难了啊，那没辙呀，没辙，没辙，没辙，慢慢来吧，王晴啊。不明白的，反正随时问。我们时间有这么长，一定不要吝啬，多问，也不要不好意思，也不要害怕。就是主要有很多人是不好意思，怕问多了显得自己又事儿啊，又那个什么。显得自己人家都会了，我不会，好像
挺丑的，没事儿，花钱来学东西了，能多问就多问，知道吧？咱别吃亏啊，一定要多问，你多问我就多讲，我多讲几遍，你自然就知道了。然后再加上结合找找案例，他理解就不一样。所以大家没事儿的啊，咱们既然来了，就是奔着学好来。再加上我们这期人不多，人就几十个人，之前人都是100来个人，人很多。有些时候课堂上问问题的话，说实话还得排队回。现在呢，稍微的人少一点，我也比较轻松。大家呢也可以，耐下心来好好想哪我没理解，哪我没听懂，我就有足够多的时间跟大家互动了，好吧？行了，中午的课程到这里了，同志们，大家去吃中午饭吧，好好休息。然后我就下播了，咱们下午见啊！今天下午讲空间形态的美与丑是安排在明天的了，今天下午是空间判断啊，空间判断。形态美与丑，形态美与丑是明天下午，所以这两课是属于交易经验类的，这两课很关键，但是很简单。大家学完之后，以后你很有可能在开单的时候、持仓的时候，相对来说心里就更有把握一些了。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讲空间判断啊，行了，下课了，同志们，咱们下午见了，拜拜，我下播了。